南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然后在这里为大家献唱几首歌。各位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台南台南新学院一直陪大家做伙，这些同学，因的心看到，大家比较辛苦，用上虔诚的心替大家祈祷。看到很多我们的同学们在路上被打，我们也为这些人祷告，也为里面的，为我们在座这里祷告，所以我们要来献唱一首《有人在为你祷告》。这首诗歌叫《有人在为你祷告》。也为台湾祷告，我们一起加油，来为这个土地来祷告。